咱们呢又有新消息了，有关李天一。根据对对碰记者从海淀检察院最新了解到的消息，李天一轮奸事件因涉及未成年人，将由海淀法院未成年检察处直接决定是否对其实施逮捕。按照惯例，普通刑事案件是由检察院批捕处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才交由未成年检察处处理，实行补诉合一。换言之，间接证实了李天一17岁的年龄并未造假。之前有关李天一年龄造假的各种网络传言也就此不攻自破。但所谓无风不起浪，正是因为这起简单的刑事案件牵扯了太多的敏感话题，才备受媒体和社会关注。在关注的同时，难免有些人煽风点火，把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大肆传播，但终其原因还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作祟。是李双江老师的儿子。你也叫他李老师哈？啊、哦、啊，这李老师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呀？我爸爸敬爱自己的母亲，他因为现在去正灾演出，没法来参加活动。与此同时，今天还有一段李天一儿时替父亲李双江出席十大孝子颁奖典礼的视频曝光。一个不孝子参加孝子的颁奖，如今看来除了讽刺还是讽刺。他孝敬他的母亲，我也一定要像他一样孝敬我的母亲和我的爸爸。时至今日，李天一轮奸事件已被媒体沸沸扬扬炒作了一个多星期，关于新二代的教育问题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被大家广泛关注。那么娱乐圈的明星们又是如何评价李天一事件呢？最近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会议的娱乐圈明星代表李思思和陈凯歌就被问及了这样的问题。现在确实这个也是个热点的问题，那么我想教育呢，应该说还是应该说要有一个良性的好的发展，不能一味的这个去宠爱孩子。谁都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大家都是公民啊，对自己的子女不管是谁都得严格。有了李双江之子这样的前车之鉴，不少为人父母的明星都开始心有余悸。这几天想起李双江老师，心就会揪在一起发怵。妈妈一路对你的严厉，其实源于那样爱你。宋丹丹的微博让人动容，作为一个新二代母亲，如何教育子女成了他们最需要反思的问题。如果他真的能够改正哈，还是给他机会，孩子还小。出了这种事情，我们不能指责别人怎么样，我们作为父母首先要好好的问心自问，就是说我对自己的孩子起到了父母应该起到的教育的这种意义。都说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明星和普通人也一样，对子女关怀备至无可厚非，但言传身教更为重要。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下一个李天一，但李天一事件真的会让娱乐圈的新二代们警醒吗？